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变大了，是变大了。哇，这么多血！我之前也没擦，毕竟那一只打到我一击，我大概就死了。因为他那个大根的很难躲。男子还是解决比较安全啊。蝙蝠还后退嘞，气死我了！那我要太早闪了，明明就知道我那样闪太早。就是改不过来，来不及，
开开，找到了，在哪？不要再丢了，你先去死吧。安全一点等。也没下坡要死，快，好快，好快！我这么相信他，哎呦，摔得不太好。No， 哎，都掉了。我想慢慢等他了，已经都要多死几遍了。我先解决他，再回来吃那个好。避免为了那个死。哦。上没有跳好，No， 最后那个没有跳好。差一点踩到那个线，好险啊！多吃一点，等一下可以大只一点吧。嗯，刚刚怎么卡住了？这没大只，还是很小只，全部都给他了。加那个，好，不用重重来。那颗仿佛真的很好笑。
手，我手怎么那么短？啊啊！哇，一起冲过来吸耶！每次被那只虫砸死，我就要重新跑一次这一段，真的是蛮麻烦。试一下，原来是差那么多，难怪会这么难打。Oh no！ 我已经跑很快啦，不然你要我怎么跑？哦，差一点点。你看我居然会被这种东西困住，不行啊！这个还不是开大就可以解决的，这比卡怪物还惨。No！ 不可能啊！果然还是要一次跑，我觉得一次跑最有机会。太用大好了，没了。拜托，如果重来我就GG了呢。啊，还好还好。可恶，这次也是很难打。挥下来的时候，我侧移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模式也太多了，我怎么知道他要用哪一个啊？
red bad? Oh yeah, red's bad. How? Oh.变大啦！搞什么？根本没有走跳半颗。 两只啊！哦，硬是把它打爆。 自己帮我加满血，这么好。 No. Yeah. 下手，我猜这个要走5下。 好难哦！这应该是大魔王吧？我怎么记得后面还有啊？ 更小了。
怕。呼呼，你吧，你吧。哦，拜托别死啊！哎，居然是这样，不是用打的。那我前面不知道漏掉了几个。哦，这个传送完应该就不至于再回来了吧？再回来有点恶劣。快打死我了，拜托！我又过不了关太夸张了吧！哎，他会被那个打死。啊！可以引诱他，那有多好！在干嘛？他说狗比较多的血跟喵比较多的血是一样的。又关不了台。加油啊！
往右避，然后再往回避。变困难行动了，哎，第一只可以，第二只就有点很难搞，根本看不到啊。关门了吗？啊啊，过了，跟纳特脸一样疲惫。Guys, can't we just talk this over?吸到人家最小的弹出来。哇，两位被抓走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